假币命案，小魔手上有针孔，有人爆料是这回事。W 命案中的郭姓小魔究竟死因为何？检警目前仍在等待检验结果出炉。据了解，郭姓小魔被送医时体温高达42度，手背内侧又被发现多处新的针孔，疑似吸毒过量死亡。但奇怪的是，饭店房内的毒品没有一项需要静脉注射，令人好奇小魔手上的针孔从何而来。有知情人士向苹果爆料，这些针孔竟然是有秘医在饭店内帮小魔打排毒针所留下的痕迹。原来郭姓小魔在饭店内狂欢4天3夜后，7日上午被发现昏迷。在场人士怕事情闹大，赶紧打电话找一名女秘医到饭店内帮他打排毒针，却没有效果，才赶紧将他送医，最后仍回天乏术。检警陆续传唤订房的土豪哥及将他送医的洪胜燕、江哲伟等人。全案目前已有3人交保，究竟全案真相为何，有待检警调查厘清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